不用了，王团长，是不是觉得见到鬼了？没想到我没死，你居然那么卑鄙，又跑来哄骗我爷爷。既然我能活着回来，那你就没有好日子过了。有请会长。 这位是我们药业商会的会长，我特意从省城请过来的。<笑>我当是谁呢？不过是一个小小的药业商会会长，他算什么东西？他能管得了我保安团的事儿吗？啊，对了，张天宝，天堂有路你不走，地狱无门你闯进来，我正愁找不到你，你就自己送上门来了。 来呀、啊，把他给我带回去。是，住手！这没你什么事儿，给我滚一边去。王团长，我是管不了你，可是我能管得住你哥哥王国璋。王章，爷，你知道王团长为什么一定要抢我们家的药方吗？就是为了他的哥哥王国璋。 我说呢，王团长自己是不会去开药厂的，给大洋你都不要，原来是为了你这个哥哥。你们兄弟两个人用这样的手段来夺取张家的秘方，实在是太卑鄙了。我一定会在工会里公布这件事情，让大家知道你王国璋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。王国璋。 你就因为跟我爷爷有仇，所以用那么歹毒的手段来对付我们张家，还想杀了我？像你这样的人，根本就不配从事药业。没错，你王国璋根本就不配从事药业。你开的药店也没有任何信誉可言。我一定会通知工会里的人，让他们联合起来抵制你。名誉是你自己搞坏的，怨不得我们这么做。你敢！ 信不信老子现在就毙了你？你敢吗？你们马大帅是我们药业工会的名誉会长，而你只不过是个小小的保安团的团长，我就不相信你会一手遮天。哼，王团长，开枪！开！我马大帅的脾气你知道的吧？开呀！走吧，别闹了，事情既然已经发生了。 怪我们的运气吧，就算拿到那个秘方，也没什么用了。张天宝，嗯，我们走。 如果不是你，真不知道怎么对付这类的坏蛋。哪里，我身为议会之长，理应维护我们药业的名誉，绝不能让王国璋这样的败类成为害群之马。谢谢，谢谢。爹，您是不是早就知道？
天宝已经脱险了。张老爷，天宝少爷，你也回来了。怎么样，事情办好了吗？王团长没有把你的秘方拿走吧？都解决了，你放心吧。啊，姑娘，多亏了你啊，多亏你及时来送信，要不然我把秘方交出去了，那以后的事情可就由不得我们了。张老爷，您太客气了。其实啊，当时差一点就来不及了，我一直想进来，可是你们的下人都拦着我不让我进，快把我急死了。那个王团长当时已经进门了。站住！老大的胆子居然敢到张家来偷东西啊！我不是来偷东西的，我是来送信的。送信？送信有爬墙进来的吗？是真的，是你们天宝少爷让我来送信的。他说有消息要告诉你们张老爷。你的手还流着血呢，怎么了？没事，不疼。当时太匆忙了，我怎么没发现你受伤了？啊，天宝，来，帮姑娘包扎，啊，好。不用了。这次真的是谢谢你，多亏你帮我。不，是帮了我们张家。其实我也没做什么，只是一点小事而已。既然现在已经没事了，那我就先回去了。那我送你。不用了，我自己回去就好了。天宝，让下人去送送姑娘啊，我有很多话要问你。你是怎么被抓进去的？怎么又放出来了？哦，姑娘，我让下人送你回家啊，日后我们张家一定要报答你。您不必报答的。我先回去了。好，你慢走。哎呀，刘福啊！哟，大少爷，大少奶奶。哎呀，这姑娘怎么来了？她谁呀？哦，她就是来给老爷报信的。哟，刘福啊，赏她两块大洋吧。是。啊，不用了，不用了。怎么，嫌少啊？不是的，平白无故的拿什么钱呀？哼，别以为我不知道啊！你这么拼命的来报信，为什么呀？不就是想和我们张家拉关系吗？我们张家财大势大，很多人呢都想靠着我们张家拉点关系的。不是所有的人都为了钱或者要套近乎才帮你们张家做事情的。切，我不误会，真是，你这种人我见多了，说到底还不是为了钱。我虽然穷，可我并不贪钱。如果我真的想要得到什么好处的话，刚才在老爷那儿我就可以向他提出来，我相信老爷他不会不给的。我也不用等着您打赏这两个大洋。赵奶奶，您要给我钱我谢谢您，但是请您不要侮辱我。哎，他居然敢这么对我说话，他什么人啊？行了行了行了，乡下丫头你跟他计较什么呀，是不是？那也轮不到他来教训我吧。你呀、啊、你说你没事给他两块大洋干什么？你这不是找事儿吗？你干嘛走啊你？哎呦，等我。这把怕是要输了吧？输了我去你那儿住三天三夜。你好坏呀、啊、怎么坏你不喜欢啊？讨厌。一对地
哎呦，谢了！继续继续，来，来进来，来，来，哟，大家都在啊！来，给大家介绍个朋友，他叫阿发，刚来到我们这里，想多认识一些朋友。哎，幸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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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哈，来来来，坐坐，坐坐。这位可是张家的张公子，张家在这儿可是这个，是吗？哎呦，张公子，以后还请你多多关照啊！张公子这么喜欢玩牌，我也喜欢玩啊。这儿可不是什么赌坊，告诉你，不是什么人都能玩的，我们玩的很大。我虽然没带多少钱，但是张公子喜欢玩，我就陪张公子玩两把，兴许还能沾点张公子的光呢。少跟我来这套，没钱啊别玩，省得输得连家当都没有。来，我们这把下大的20大洋。我跟了，跟了。20大洋，你先玩着。来，我也跟了啊。20大洋。猴子，谢了啊！哎呀，太臭了！今天晚上怎么回事？你的，谢谢。来来来来，亲一个，亲一个。还玩吗？不好意思啊，各位，我还有点事情要办，下次哈、啊，下次再玩。李公子，借着钱，我下次再还啊。不好意思啊，我先走一步，先走一步啊。走了？你怎么回事？怎么找这么个货？啊，一个下三滥的流氓。你以后带着他呀，我告诉你，你就是丢人。不会了，不会了，下次绝对不会了。哎，来，咱们玩，咱们玩。来，会长帮了我们家大忙啊，我得好好的谢谢你啊。啊，哪里吧？我特意嘱咐酒楼备了一桌上等的酒菜，今天晚上咱们俩是不醉不归。张老爷，你太客气了。到底在哪儿见我的？卢会长，这杯酒先敬你，感谢你对我们张家的帮助。客气客气。天宝真是后生可畏啊，又聪明又有胆量。卢会长夸奖了。张，能否借一说话？张老爷，你家子谦少爷在隔壁赌钱输了，刚才来向我借钱，我以为那样，不知道该不该借给他。你在外面居然用我们张家的名声，啊，到处借钱，你把我们张家的脸都丢光了。叔叔，爹，养不教，父之过。你这个爹是怎么当的？你有没有教育好你这个儿子？是是是，是我的错。当然是你的错。还有你，慈母多败儿。子谦，我们张家怎么养了你这么一个不孝子孙？你在外面游手好闲，吃喝嫖赌，
你为什么不到工厂去做工啊？你不思长进，我们张家就白养了你这么一个人。你在外面花天酒地也就罢了，可你到处去借钱，你让我们张家的脸面往哪儿搁？你看看人家天宝，你怎么不跟他学学？家里出了事，他想尽办法去解决，大伙都在夸他，你为什么不跟他一样，给你爹娘争口气？老爷，你有什么吩咐？老莫，你给我听好了，从今天起，子谦在外面吃喝嫖赌的钱由他自己去还，不管谁来讨债，都让他本人去还，我们张家概不负责。是。旧人问，求却意，房屋清，墙壁净。爹，今天老爷叫你干嘛呀？子谦呢，又惹祸了。他不是经常惹祸吗？今天又出什么事了？不该你管的你别管。天宝，你这个时候来有事儿？我刚才碰到一个人。谁呀？阿发。就是常去我们家讨债的那个阿发。他认出你了？没有，可是如果以后碰到他，被他认出来怎么办？我怎么也会来到龙阳镇？要是阿发把我认出来，所有那么多年的努力就全都白费了。你说这该怎么办？怎么办呢？别慌，敌人还没进攻你就自乱阵脚，你从保安团跑出来也没那么慌张。在保安团的时候死的最多是我一个，可是如果我被阿发认出来，那你我还有军华，我们三个就会一无所有。那个张叔叔不会轻易放过我们的，说不定我们三个都得死。你别担心，他可能是路过这里，不会待在这里不走的。况且那么多年过去，那个时候你还小，他不会认出你的。不过对吧，你没事尽量少出门，免得再碰到他。好，我知道。玉华，你也一样少出门。这事儿和我有什么关系？他不能出门我也不能出门。我叫你少出门就少出门，我干嘛？我这次去北平，本来想带你去的，可是你刚出了事，身体也不好，还是在家里好好休息，啊，调养一下身子吧。好，我听爷爷的。卢会长跟我是多年的朋友，这个面子还是应该给的。哎呀，我只好自己跑一趟了。爷爷，现在路上不太平，你一定要小心。还是我孙子好啊，知道惦记爷爷。你放心吧，爷爷也是走南闯北的人了，没事的。爷爷，这段时间我在家里太无聊了，要不我到厂里上班也可以学点东西。好啊，你应该到厂里去锻炼锻炼了，但不要着急，等我从北平回来了，我一定会替你安排。啊，那就谢谢爷爷了。好，走吧。哎，我明天就要去北平了，家里的事和厂里的事交给你了，千万可别出点什么乱子。爹，要不
我陪您去吧。您一个人去那么远的地方，我不放心呢。哎，我没事，我只是担心厂里面最近出了很多乱子。哎呀，据说厂里边人心惶惶，咱们俩要是现在离开了，这不是让人家更多想吗？是，您说的对，那我就留下来好好打理厂子。哎，对了，天宝想进厂工作，我想等他身体好了之后就安排他进厂里。哎，爹，天宝的年龄还太年轻，再过两年吧。哎，我看差不多了，啊，是应该培养他了。天宝是很聪明的，而且从这次发生的事情来看，他的应变能力很强了。我想在药厂他一定能做得很好。我们张家也只有天宝这个可造之才了，他将来是要接手我们张家的产业的，所以啊，我想趁早锻炼他。哎，是。你看看，你看看这个伤口，到现在都还没好，这好端端的一双手，可别留下什么疤痕啊！没有，你看，你看这条浅的这个不都快看不出来了吗？女孩子家搞的都是疤，就嫁不出去了。行了，我知道你心疼我，整天唠唠叨叨的了。若言，嗯，哎，你帮了他，怎么连个谢都没有啊？天宝少爷不是好了吗？怎么不过来谢谢你啊？娘，照您这个意思，还得让天宝少爷提着礼物登门道谢呀。我只不过是碰巧帮了他而已。哎，我们是他的救命恩人呐。若言，这几天有没有见到天宝少爷啊？没有，人家是少爷，我总不能整天上他们那儿敲门找他去吧。再说了，他们家那个大少奶奶可真是尖酸刻薄，我可不想让她觉得我去找她是为了捞张家的什么好处。再说了，如果让她碰上了，还不定有什么是非呢。哼，那个女人呢，就是心胸狭窄又恶毒又势利，看不起别人，她以为所有人都要跟张家拉关系，我们就不需要。哎，娘，怎么，你跟张家的那个大少奶奶认识啊？你娘是听来的，大户人家的事总会在外面传的。我说呢，还以为你跟那个大少奶奶很熟呢。这怎么可能呢？就是。若言，哎哎，我们该出发了。啊，去吧去吧，迟到就不好了。嗯，那我上工去了。娘，莲姨，我走了。嗯，伯母再见。哎，莲姨再见。再见。小姐，你别生气啊，刚才提到大少奶奶，你差点又漏了嘴。我怎么能不生气啊？一听到叶轩的名字我就一肚子火。可你也别在若言面前显露出来啊，我们能不能回去还要看老爷的意思，所以这事暂时还不能让若言知道，再等等吧。啊，等等等，我要等到什么时候啊？小田，这些药材干了没有啊？干的差不多了。嗯。天宝少爷。哎，若言姑娘，这么巧你也在这儿，伤怎么样了？没事，好多了。那就好。天宝少爷。天宝少爷，他是我的好朋友，叫小田。哦，小田你好。那天你受伤了，因为我有事情啊没有来，要不然我一定帮你。是啊，小田他可热心了。谢谢你啊。哎，天宝少爷，这么早你来药厂做什么呀？我也不知道，我大伯让我来的。大伯？嗯。大伯，你找我？
天宝啊，你爷爷说你想到厂里来上班，是吗？是。那行，你今天就来吧，我已经替你安排好了。真的？你别高兴得太早了，啊！虽然说你现在是张家的少爷，啊，但是也要从最底层做起。大伯，这是什么意思啊？从最底层做起呢，这有利于你掌握药厂的流程操作呀，啊！即便是以后你掌管药厂了，那也不会出乱子，知道吗？我这可是为你好啊，虽然是辛苦一点，但是对你是有帮助的哦。大伯，你放心，我不会怕辛苦的。天宝啊，既然来上班了，就不要摆什么阔少爷的架子了啊！你的上级说什么，你就得做什么。你要认真的去学习，认真的去做，不能敷衍了事啊。我知道，大伯，我会好好做的。进来。大少爷，您找我？天宝从今天开始就到厂里来上班了，我把他交给你，你要好好带他。好的。天宝，王大才是仓库的总管，你就协助他管理好仓库，听他的安排。好，王叔叔，以后请多多指教。一定一定。来，人都过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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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过来！快点过来啊！去，过去。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，这位天宝少爷。闪愣着干嘛？叫人呐！天宝少爷，天宝少爷，天宝少爷，以后天宝少爷就是仓库的副总管，我不在的时候，有什么事儿就由天宝少爷负责，知道吗？知道了，知道了，知道了。各位，我初来乍到，以后还请你们多多指教。天宝少爷和他们不用这么客气。你们干活干活，接着干活。干活干活。天宝少爷，这钥匙拿着，我们进里屋去啊。好。是存放贵重药材的地方，所以普通工人是不能进来的。钥匙只有你和我有，要好好保管。好。你为什么要帮天宝让他进药厂啊？说话呀！说什么呀？我说什么呀？爹让他进来的，我能说什么呀？哼，往后他要是夺了你的权，我看你怎么办。他夺我的权，没那么容易。哼，爹现在不在，我已经跟我的人都说了，我要让他吃尽苦头，我要让他自己知难而退。有你说的那么简单啊？有什么复杂的呀？啊，有什么复杂的？他不是少爷吗？他不是娇生惯养吗？我整死他！我让他自己打着铺盖圈滚蛋！我倒是想看看他吃苦头的样子。小样儿。吃苦的样子，天宝少爷，填好了没有啊？填好了。
那你赶紧让他们搬到仓库里去，不要放在门口了。好的。来来来，快点快点！哎，兄弟啊，新来了一批药，帮我搬到仓库吧。呦呦呦，天魔少爷，我还有一批货要送出去，你找别人吧啊！走走走，赶紧送过去啊！应该很开心吧，忙得够呛，所有人都不听他的，只有试试亲自动手。好好好，不过还不够啊，哎呀，继续努力，一定要让他知难而退。嗯，我知道了，你们几个要联合起来对付他，让他只能退不能进，一定要在我爹回来之前把他赶出去。明白，老爷一回来我们大家还真没办法了。绝对不能把他留在厂里，不然以后他羽翼丰满了，又会多出一个张淑芳了。大少爷说的对，前车之鉴不能忘。对呀、啊，是啊，一定要把他赶走啊！来，喝喝喝！大少爷，嗯。我去药厂了。庆之，怎么了？说呀。我爹前几年欠下的债，现在债主找上门来了，而且变本加厉的要利息。多少？3000大洋。待会儿你去账房拿吧。不许去！钱又是钱啊！你爹不是这事儿就是那事儿，要了多少钱了？有10000块钱了吧？哪有那么多呀？你是真不知道还是假装糊涂啊？他们家嫁女儿就是冲着钱来的。哎，是嫁女儿还是卖女儿啊？这次就是不能给。
行了行了，你老翻那老账干什么呀？咱们就再帮他一次嘛。不行，最后一次好吗？就不行。哎，你每次都护着他啊，他才会一次一次的没完没了的，就是不能给。你也真好意思开口啊，你隔三差五的就来要钱呢。我们娶你回来干什么？是借你的肚子生个孩子，一点动静都没有，就知道要钱。张家不欠你，是你欠张家的，白白养了你这么多年。够了够了，你说够了没有啊？怎么了？我说太你心疼了？我说错了？要说废人，他才是张家真真正正的废人，你懂不懂？算了吧，我让我爹自己想办法去。我告诉你啊，你要是背着我悄悄地给他钱，跟你没完。你掐我干什么呀？你净掐。你掐我干什么呀？你废人废人，俩废人。天宝少爷，不好意思啊，你看我们店里现在缺货，麻烦你让工人配好了送到店里去。啊好。哎，天快黑了，赶紧办，办不好大家都别回去啊。挑货，没人挑我没办法，只好自己挑了。这些货要送到哪里去啊？说是送到药店去。哎，少爷少爷，哎，我来我来，哎，我来我来，哎，我来吧，没事。小心点啊！哎，你们忙啊，小心点啊。天宝少爷，你赶快回去休息吧。不行，我还有事儿要做。若言，走吧，我娘还等我回去做饭呢。你要没什么事儿，就陪我等一会儿呗。哎，有什么好等的？走吧。哎，你有没有看到天宝少爷？没有，没有。没有。嗯。哎，若言，你去哪儿？那个，你先回去吧，你娘还等着你呢。回去吧。若言。奇怪。少爷，哎，若言，你还没走啊？你不是也没走吗？你在查账啊？啊，我帮你吧。好啊，谢谢。我看看我会不会啊？杜仲，18包。什么声音？什么声音啊？看得见。上了，开门呐！有人没有？我还在里头呢。开门！听见没有？有人没有？开门！哎，君华，叶小姐，这么晚了是来找天宝少爷给他送鸡汤啊？嗯，白天啊，天宝他要工作，只有这个时候才有时间啊。叶小姐，其实我们张家什么都有，天宝少爷想要什么的话，只要开开口，很多人都会帮他去做，你不必这么操心的。我知道，我知道张家什么都有，可是天宝他有的时候他自己想不到的。再说他这次经历了这么大的灾难，不调养好身子怎么办呢？可是
我看天宝少爷好像不喜欢你这样的，他上次还说烦呢，你看你怎么还……没关系的，我也是为了他好啊，就算天宝嫌我烦，我还是会这么做的，我不会计较。哎，君华，天宝他人在哪儿啊？不知道，今天没有看见他，可能在房间吧。嗯，谢谢。要是有人的话，早就已经来了。怎么这个药厂没有人值班的吗？都没有人听见我们在喊啊！我想他们都去睡觉，听不见。啊！开门啊！别敲了，你看手都敲红了。快，到里面坐一会儿吧。啊！深渊，泪水模糊视线，闭
上演，让往事都随风飘远。也许放手也是一种